啊，兄弟，哎，你去繁衍干嘛呀？兄弟，你待会被阿克上逮住了。不是对面阿克上他也敢去繁衍的，这皇子，我人都看傻了。这阿克上直接过去给他来两下，他就走了。不着急，打阿克上的话，一级学 E 学 Q 都可以的，反正都只能吃经验，不要急的。这波的话，兵线过去了，兵线比较多，一过去 A 下打骸骨，他没带骸骨。快跑，小兵打他，小兵加油。OK，这波还是很赚的，因为血量的话换的比较惨，小兵在猛打他，一过去 Q 一下 EA，再 EA 打出无效的法球，再 E 走，来嘛，呦呦呦，E 都能 EY 来，这个时候不用急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，他走了，他走了的话，我们先推线升三级，他吃果子了，这波的话凯隐去打红了，第一时间来不了。OK。我们不要放红墙，等他过来 A 我的时候 ，EQ 上个，哎，我有点火，哈哈，我是哪里哟？这波的话我可以单杀的，但是皇子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省个闪现。皇子很及时，给我们省了一个闪，下波的话还能杀。阿克上的话没有闪了，凯隐往上面赶下来了，我们先测一下。溜溜球 A 下不掉血就骸骨，不是骸骨是一个绿色的符文，知道吧？骸骨是一个绿色的符文。如果说对方有骸骨的情况下，你就要先去破骸骨。手游的话，你是直接看不了状态栏的。他没有状态栏的情况下，你只能去 A 他，或者说去放技能看他是否带骸骨。他带了骸骨之后，你就很清楚。我们要计算一下骸骨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去进行一个间接性的一个消耗。EQA EA EQ 击飞 A 下 E 走，这个时候不用急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。他有 E 的，我装得很像的，兄弟们。这波攒个风，攒个风，他死了，他没闪现的，注意我的细节。我吹，跑，腿都给你打歪。嘿嘿，哎，这皇子好及时啊，兄弟们，回家买个装备，装备做一下。我先撤了。我这波直接往他墙上锤，因为阿克上在隐身，阿克上在隐身，说明在贴墙，贴墙的话，我们直接预判墙上，但是没有吹到，阿克上没闪现的，点火的话好了，他这波有点火，但是我五级了。什么叫我别 K 头啊？啊，我凭本事 K 的，兄弟们，一过去 A 一下，打盾刷了，我们先退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再一个 EQ， 风墙挡下平 A，EQ 击飞 A 一下，雷霆半月斩，像个幽魂一样，然后一打到他的 E，OK， 直接收掉，嘿嘿，这阿哥上遭老罪了，兄弟们，凯隐来了，没关系，凯隐还没五级的，这波的话直接走，他没有红 buff， 粘不到我，他粘不到我的话，他得收线，他收完线的话，我去吃核桃果子，我回满，然后这边皇子的话再过来。塞纳的话，看有没有大招。塞纳这波有大招，注意一下塞纳大招。皇子的话，天皇盖地府，然后凯隐钻到我身体里，放我出去，来兵线这里 AQA 上点火，普通攻坤再一个 Q， 这波交给皇子，给皇子一个头。OK， nice， 阿克上过来了，没关系，风墙挡下他回旋爆，回旋爆挡不回旋镖，回旋镖挡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去吃核桃果子。三分钟核桃果子会刷新，我们推一波线吃一个，一个果子45，两个果子90块，然后我们一来一回，对面没吃两个果子，等于我们赚180，懂我意思吗，兄弟们？峡谷相对论，这一波的话我们血赚。EA 走，再一个 EQA 再 E 走，再吹起来，然后再接他雷霆半月斩，风墙挡下 E， 像个幽魂一样。哎呀！不行！哦 ，nice， 兄弟，这波的话 EQ 拉走，然后吹起来 ，A 一下 ，A 两下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，我装得很像，兄弟们 ，E 走，对吧？他平 A， 然后吹起来，然后这个时候不着急，刷个白盾，哎呀，白盾差一秒，我操！我这波可惜了，凯隐没闪现，阿克上没交闪，凯隐没闪现，这波差一丢丢。对面侠的话过来了，没给到侠。对面那个阿克上往上走了，先给队友打信号，148哦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是吧？敢杀我队友，臭小子！凯隐没闪，先干凯隐，呦呦呦，还想跑，一刀两刀，钻到我的身体里没用，我四杀了 ，EQ， 先不着急，闪现 EQ 三个，雷霆半月斩，没搭出来没关系，封墙 A 接 EQ， 哎呀，可惜，这波皇子怎么来了呀？回家买个装备，装备做一下，来个水银鞋，对面就塞纳和侠的两个控子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依旧可以买水银鞋。这波的话接到大招三个，我直接四杀了，可惜。集合进攻峡谷先锋。这波还是不急，等一下对面阿克上上线，阿克上残血不回城，不着急啊，
他现在血量很残。OK， 喜欢装备，残血不回家是吧 ？EQA 再一下，雷霆百月斩，就郁闷一样。滑走了，滑走有用吗？嘿嘿，我也会滑。哎呀，老六，哇，进化了，蓝凯了，怎么就蓝凯了呀？现在中午播，晚上也播。中午主要是，哎，还是那句话，白天太无聊了，白天太无聊了，不播也是闲的，播一播还开心一点，至少还有观众朋友们听我狗叫，不，听我在说话。生鸡蛋，生鸡蛋，一个人太无聊了。吃这个鸡蛋不能吃生的，还没做熟啊。一个人打游戏就只能自闭。你先，哎，快走快走。做熟了，一会儿我给你。对面人有点多，对面四个，对面四个的话我也只能走了。别了别了别了，兄弟，再要。不能放这儿。把这个拿走，我这波往下靠一下。盖伦的话很漏啊，有人的话打盖伦有点打不动。我攒个风，凯隐的话在旁边，攒个风之后不用急，吹起来，双剑华斩，雷霆半月斩，像郁闷一样。我们哥哥弟弟，那双剑合璧。对面凯隐在后面 ，Q 一下没 Q 到 ，Q 他一下，把骸骨破了，老一 Q， 老一 Q 击飞，别让他开大招。OK， 开出来了。死亡闪现，这波他在肚子里被我烫残了，可以吃塔皮的，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，哎呀，摁到推击棒，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，哎，又来一个，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，哎呀，我也不动了，我回家了。这波的话，三百滴血队友应该能拆的，我直接毙了。回家买个装备，我这把的话就不买那个了，就不买盾弓了，因为这把的话对面凯隐已经出破盾了，凯隐把破盾买出来之后我再去买盾弓的话没有意义的，这波的话直接出黑切就好了，把血量做出来，血量做出来被凯隐秒掉之后呢随便打 EQ EA EQ OK 不着急，凯隐的话在旁边，凯隐没闪现，我们这波的话风向打下塞纳打不牛，别打坤了，你把坤留下呀，因为你还不服气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天天装备死得早，而跑腿都给你们俩打歪。吹起来侠和塞纳，雷霆八月斩，落地双风。我有风墙，但是来的有点慢了。哎呀，这都要开个大招，脸都不要了是吧，盖伦？不交闪了，直接往上走吧，把上塔给推了。这把我们还是劣势呢，有人的话才刚起来，皇子的话也没多少钱，卢锡安的话穷的不行。这把其实我们不好赢的。慢慢打吧，稳一点。我不出无尽的原因就很简单，我出无尽的话伤害太高了，小兵很容易死。你如果说你不喜欢滑小兵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去出无尽的。我喜欢，我比较喜欢滑一下，吹起来，雷霆棒！哎呀，放我出去啊，皇子！我造你个猴子！怎么老诓我呢？我你队友啊！哎呀，我烦死了！注意危险！像个鹰一样，我毙了，回家买个装备。来个这个 ，OK， 还行。凯隐的话没大招了，我这波省个大，我这波省个大出来去下路带线了，慢慢玩。对面侠的话没闪现了，闪现抹得了。对面出了一个破盾，我出盾弓的话盾也会被破的，结局差不了多少，就是你出了对面有破盾的情况下你去出盾弓很亏的，因为亚索本身就本来就有被动，本来就有被动也会被破的。这波把线收了，收完线的话我们直接撤了，回家一直回家就行了，一直回家买装备，一直回家买装备，更新装备就完了。这波的话可以买个暴坤，先把暴坤买出来，暴击买出来，暴击买出来的话伤害会高一点，皇子的话OK， 这波的话直接救他一条小命。我们可以去上路先找阿克上，阿克上的话没有中亚，这波他可能有闪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小追一下。来了老爹，喜欢带线是吧？空墙挡住，他 EQ 击飞 A 一下 ，A 两下，一个 Q 带走。这波伤害已经很高了，你看到没？我出了一个暴击之后的话，我的小兵就直接死了，小兵死了之后就没那么滑了。这波把线断了，把线断了，盖伦的话再收线，盖伦在下路带线的话驱个人，驱个人上单，上单上单，能听到吗？这波的话先看一下有人，有人的话要被逮住了，推推棒的话先把塞纳收了，收到塞纳，凯隐在旁边，凯隐，凯隐呢？凯隐走了，凯隐走了的话这波盖伦应该回家了，盖伦回家了，我们拆个塔，一刀两刀，一刀两刀，这个时候假装自己是个呆子，我装得很像。
OK， 对面三个人都来了，不要急，我封建的话快好了。盖伦有个沉默，主要是盖伦那个沉默太恶心，阿克上在我脸上，这波的话想要去吃红 buff 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焦急，对面的话要来上路一个人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个机会把对面上路那个人杀掉。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来了老弟，嘿嘿，追起来，落地冲锋，雷霆半月斩。OK， 这波把霞收了之后回家买个装备，我们可以回家把黑切买出来，黑切买出来又路伤又高，打路也很痛。对面塞纳的话出了一个冰拳，他都不敢打断我。可以兄弟，好不打断。这波的话我们先不着急，先看出隐血还是出无尽还是出什么呢，还是出熏刃都可以，因为这一把的话对面三个手长的，他们三个飞行技能，我们出熏刃的性价比也很高，所以看你出啥不重要。这波的话往下走，先把坤断指了，不然的话下步不刷新，下步不刷新就很难受了。盖伦的话应该是没有大招了，阿哥上的话残血了，这边我被眼看到了，阿哥上的话还不走，阿哥上还在装，臭小子喜欢装备。这波插个眼，小心凯影一过去上个点火，然后一过去远离盖伦，然后 Q 一下回点血，然后预判他位置吹起来，落地的话没有接到大死了，一 Q A 一下风墙挡下侠的伤害，普通公坤 A 接不着急接打侠，然后侠的话大招反应过来不着急，塞纳的话在旁边，我们去找塞纳，塞纳的话还没有路，这波的话直接往大龙靠吧，他们打野死了，打野死了的话这个波盖了还没血侠没有大招，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打大龙的，我们家还有个情侣，打龙的话比较无伤，一刀两刀三刀凤墙挡住。然后这边新进来的观众朋友们，觉得龙帝打得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啊，主播是一个新主播，第一天直播啊，非常紧张。这波不着急 ，EQ 斩个风，斩完风侠没闪的，吹起来侠，旁边的空气让他窒息，他没闪。这波的话还是不着急 ，EQ 盖伦也没闪，吹起来盖伦旁边的空气也让他窒息。OK， 对面两个窒息了，窒息了之后呢，他是有时间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先打凯影，风墙挡下对面双 C 的伤害，这波把凯影先拉出来一个人打，然后这里凯影交闪，凯影也没闪了。OK， 怎么这么多闪现啊 ？EQ 过去 ，OK 直接走，回家了。有人的话逮到凯影了，我直接毙，回家买个装备。直接往中走，直接去吃个红，偷偷吃个红，脸呢不红啊？说这样的话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那种矜持、害羞、腼腆的人。哎，现在这年头当个主播太难了，兄弟们，说话都不信了。这波的话往中走，对面的话盖伦没血，盖伦没闪，凯也没闪，那个霞没闪。他们三个人没闪，三个人没闪，他们要下下波才有闪，这一波是没有闪的，这波没有闪的话下有大招，我们这波的话不要想杀他，消耗一下。 OK 直接走，消耗完回来就好了，我有风墙的情侣可以直接撤的，往这里让坤挡一下，坤挡完之后往这一走，塞纳没 W A 下塞纳，吹起来塞纳旁边空气，塞纳也没闪，然后这时候风墙挡下阿哥上伤害，然后一走，一走之后不用急把他拖到无心安这里 A 一下带走他，带走之后还是不着急，我血量还是很健康。这边皇子天王盖地府，塞纳没闪现，然后我们吹起来旁边的空气拉窒息，雷霆半月斩接收掉塞纳，只要塞纳之后风墙挡住，然后这边的话不用急，阿哥上的话复活不了队友，一过去一过去一过去直接收掉，然后这边推对棒闪现没放出来直接带走自己。 OK 到家了，阿哥上闪现给我秀了，对面伤害好高啊，买礼包啊，这个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，50份礼包，每一份礼包的话折米的话是100元子，希望大家都能中奖啊。然后这边的话祝大家端午安康，这边的话福袋在审核中，大家可以看情况参与一下，不着急，这波把线收了，一过去一过去一过去，吹起来塞纳，他没闪，风墙挡住，雷霆半月斩，像英文一样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剑诅咒，一 Q 击飞普通公坤 AJQ 接不着急，这波盖伦闪现想换情侣，情侣的话直接锁掉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不用急，一过去假装自己是个呆子，一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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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 Q 击飞风墙，推推棒的话不着急，风墙的话挡住，然后吹起来侠，吹起来之后闪现跟过去，普通公坤再一个普通公坤收掉，然后这边的话凯影在后面尾随我们家卢锡安，再一个一 Q 击飞凯影，直接把凯影收掉。 OK 小龙有了，我在路上，这波不着急，开始打小龙。OK， 兄弟们，福袋的话已经给观众朋友们发了，然后这边的话50份，代表龙帝的一个心意啊。这边的话其实是想发粽子，但粽子太慢了，直接给大家折米折100吧。把线收了，杀个野怪，杀个野怪回家了，买了装备，来个板甲，板甲移速快一点，起飞喽！小农、大农都能拿。我要去中路发育一下，霞没闪现，霞没闪现，塞纳没交闪，凯也没闪，然后盖伦也没闪，对面这三个没闪，
这阿克上都没交闪现就死了，这阿克上没反应过来，皇子一个大肉给他盖住了，这不的话把大龙拿了，拿完大龙的话再打团就好了，一刀两刀一刀两刀一刀两刀，开影过来了，不着急，先打开影，哦，这开影在墙里面，我恨不得我钻到墙里面把他住了，呦呦呦呦，不用管阿克上，阿克上大招伤害不高的，没什么伤害。连我的盾都打不掉，在那的话有闪现的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，预判闪现位置，他交闪了，吹起来，然后 EQ 收掉他，然后再一个 EQ 风墙挡住侠的伤害，吹起来侠雷霆霸月斩，他有大招，先打阿克上转火火动攻昏，然后对地棒把侠给收掉，然后再一回来，再一个 Q 回点血，盖伦的话还在拆塔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给你拆，家不要了是吧 ？OK， 他回了的话我们就不用回了。他还是要加的，他要加的话也没用了，这波哈他过来要被我们全部人锤死的，一个 EQA 普通攻昏 AJ 不着急 E 过去一过去一过来一过去一过，哇，推掉了，可惜，不然可以E死他了。